庄局长，那么今天举行这个就是冒黑烟取缔的这个会议啊，我记得过去有好多次也都说要怎么样取缔，今天有什么特殊的改变的方式没有？是的，这个过去我们的这个是一些冒黑烟的取缔啊，都是先有警察人员呢看到黑烟以后啊，那么通知他去到了。这些这个监守去检查。现在我们所采用的方法，像是这个一个码表啊，好，这一次我们是最大的，这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不要机器这个来鉴定，因为有目测，因为是有的时候这个器械跑得很快，那没有办法让学者来给他们检查，那么这个是用目测。而且是目前不一定的这个是机器啊，那不是就。那么我们在执行方面，是不是也要训练哪些人来执行这个事情？在将来这个过去啊是警察人员，我们警察人员以外啊，卫生的人员，还有这个是电力所的人员呢，这个是来做训练。那么这个是不是现在下决心要把这个黑烟取缔干净？那么同时在执行上面。是要怎么样的价钱？我们知道台北市的这个是空气污染的90%来自这个企业的排烟排气。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方面呢，就台北这方面的空气污染，应该对这个方面做一个重点。那么现在这个企业的排烟呢，这个是它原因很多了。那么当然最大的原因啊，是这个旧车辆的这个使用过久。我们这一次这个是取缔啊，就是假设看到黑人呢，就是意思啊，就是要900块，就是新台币900块。那么在5天以内，5天过了以后，还有就是冒黑烟的情形的话，就是吊扣到1个月。那么所以这个花的相当重啊，但是我们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啊，并不是要罚款，但是希望这个是司机啊要注意他的车辆，是吧？是他注意。好，谢谢你。